这样的人特别不好，是坏人，坏人。这是中午，你不能告诉我不能拍。啊，在路上所有的都可以拍。我就告诉你，就是我不在乎你说什么。这是中午，在路上所有都可以拍，这是中午的条例。你觉得我不知道中午的规则吗？我不知道中午的条例吗？这是特别恶心的事。我不在乎。你们去！我就告诉你，你们两个就是垃圾。你和一个狗一样，你不是个人，你是个猴子，猴子，你可以给人吃这样的油？去你妈！我希望你明天死。我几个倒了，你是垃圾，来，你们出去，你觉得我没有抖音，我没有小红书，不会给每一个人看，你是谁？你出你妈，操你！Fucking asshole. Look, you see that? They're fucking pulling goddamn. 他们从这里拿着油，所以可以给人吃。你看看，不，太快了，不能给你看。是什么吃哈？太快了！我特别喜欢中国，这样的人，他们是垃圾，他们不是中国人，他们就是猴子，是狗。如果明天。就此，这个世界更开心。我中文讲的太不好，所以你们应该听不懂。这样的人特别不好，是坏人。